来，两百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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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暗时啊一定爱食一只鸡，明年开下第五期，开顺顺利利，大放光彩。一只卖五百了，人参，人参炖土鸡，黄金鸡的对啊。卖五百四百，一只卖三百块了，回家哦，会再拜拜哦。来三百块，一人一只，有没有吃鸡？两家人八特价，我无来五百块嘞，就一个人给吃，两家拢我哩啊，五百块。开运人参鸡不要不要，好呀。来一人一只鸡啊，我得。两百五来了。这林心鸡，左只四个啊，这个同学小豆，你稍微拿来。来，别吃海鲜，来旅馆，不给。来两百块。下午六点过后就不给钱。又要报税啊。煮汤也会使，蒸也会使，钱啊，反正青菜你煮，青菜好吃，无贵。海边哪有领域？你跟我讲，海边有。我为什么很久都看不到海边的鱼？要不然我想去比基尼那边领域一下。来两百块，一二三，四个客人吃就好了。来两百块，来海边不？来叫姐妹吧，海边不？来两百。随便你煮，随便你煮多少，知道？我有带睡袋。我来不讲海边不？来两百，我今日拢无要食伊啊！而且做出做出出袂歹。来两百过来，海鸡母，还是被我盯到。来两百块，先买个好了。来两百了，真正无人要听。这客客我多去针对啊！来招一个人给两百过来，海鸡过来，技能三，来恁三下买买都买个买啊来，两百块来。比较小区那个啥，对，灯光塔搭个帐篷，来多买几位，来两百块来，恁三下买买都。送得啦，来两百块啊，一对啊，第三批人请人吃包去，来两百块来，还给不？两百拢话吼，来两百块，最后两个人客要是诶，我本来这无参片个。哎，别走啦！你忙。别走啦！别走啦！我查某有哪样？我袂安尼，我袂安尼叫你做这种代志啊！查某有哪样？啊，阮家查某做主啊，无法度啊，小计小法就红晒啊。好着急呀！哈哈，这假杏鲍菇猪脚来，请问一下有吃过的举手。八酱粉有去吼啊，等桥头大姐麻将，啊，去北方麻将粉啊。你是去玩台湾的秀文请假啊？听好哦，这回去哦，你不用想太多，你等于你满边边啊，也不用放冷藏，也不用放冰冷冻都不用，等于你的名称跟豆咖一样大大咧咧，准备起来是准备安怎？背包客来隔水加热。一顿爱两包啊，一顿爱两包，你敢食会过瘾啊？一包你食袂过瘾，一定爱食两包。诶，你啊，这也是超温包，做无大包。热水加热，泡开，开分开上就做好势。来两包，袂浪费，四啊五袂四百，来三百块我都。杏鲍菇猪脚，这个真的好吃又方便，来买两包得了，买三包来两包了。我贵是大先生，就姐妹来比卡，征求董家真正好食，好方便。我送一包你，赶快两包了。搁送一包给你，油还是两百块来啦，杏鲍菇猪脚啦，搞了了的啦，好呀，这四包可以啦，来给你两百块来，真的很好吃，我没有骗你，来两百块，够三包没得，底卡两百块，还两个没有，来大哥谢谢，来杏鲍菇猪脚来两百块来，两百块三包来，杏鲍菇给你来两百块，杏鲍菇猪，哎、啊、对了，大哥这不我看到，大哥因哪个没来啊你，来杏鲍菇猪脚拢话哈，两百块。真正把脚离开，即时啊，把脚离开。收播都六点了。这个真的好吃，加热就好了，它已经熟了。把价贵，希望你七家好抓不回的不啊，来七八块完了。几百块啊？真的好吃，能包这等价下来啊。我不仅帮你带来好菜，酱酱料酱一定不要吹花费完了。来七八块来，杏鲍菇猪脚真的好吃。把解药来。热水加热，然后你那边还，你那边放心，我你要收了掉了，用不消得了。啊，来一百块，用隔水加热，刚刚不被省的。来一百块，够两杯价宝。杏鲍菇猪脚，来一百块，大姐要不要试试看？你忙一包，一包这一等的，也能包这一等，看起来对。来一百块，来杏鲍菇猪脚，一包哇，一包怕贵啊，一包哇，这样，好。哇，你不卖力呀，你不卖力呀。
这样跟我同款啊，签三车无对了。来，甘贝叔，来，刚才五个客人来，甘贝叔，这老爷啊，老爷来，好您来，来，甘贝来，谢谢。来，这来，来，这有人点喽。来，恁几下来？甘贝叔，哎，五个呢？小朋友。来，干嘛去？我都包一包。行啊，我想要睡眠品质啊，还有要饭店。甘贝叔少包一个五个诶。那至于饭店，来，讲能几五百块？那是另外一回事。能几啊？五百块来，能几啊？五百块来，七四百都平五百，能几啊？多贵？你吃几百不吃？几百个少，来几个呗？五百块能几啊？来五百块来，五百块能几？赶紧的。真无俗啊！两支够有咧看阿俗诶，来五百块来，七千块你来，两支五百块，够有三百块阿包死诶尔吼。来两支啊五百，拢准备了吼，两支啊，拢买好，谢谢。来两支，我先甲送上来。无啦，最后就剩两支啦，毋免三百来两百块啊你。好办诶两支，对无？这一个百几块啊，老尾食两支来两百，最后剩一箱无啊？来两百块买条红皮，买买条粉上皮，来好板的两块两百来，来这条搁送你，那条在空汤，哦，在空汤的，哦，啊你也袂晓吃骨啦吼，外公你诶吼，骨啦较好菜，冻起汤在空碗，冻起汤在煮汤，做营养做好食，来两百块来，香蕉切片来好板的两块，无人要金钱哇，真正无哦，来两百块，那我是不是要去搭讪个？上手上手。来两百多，来两百块，来香蕉切蛋卷来，好买的两块，一杯两百块。啊，我隐形退出啊！来两百块呗，别买啊！来两百多，了了，你两好买的两块，来两百块来，香蕉一杯两块蛋卷来两百块来，一杯拢你啊！来两百块。我来讲真嘞，有钱去买点买，你有阿卖讲两百、五百、一千嘛？这个物件不是单，你有钱就买，有诶物件。来两百块，一两三三买了，拢我恁啊！来团队，友好时段，空汤给恁就对了。来两百块，叫几个人来吃？两百块，虎斑龙龙虎斑的龙虎，两百块不会买哦。这人一盘好不好？给恁七只，给恁煮个买来七百块了，一百块来，虎斑的龙虎来，台中大哥哦要捧场的，一百块吃好了，来七百块来，虎斑的龙虎一百了，来一百块来。来，帮我买两杯来，一百块来，多下来，来给你，一百块多，给你。便当，便当。来，一百块多，好买两杯。来，这人一半哩，来一百块多，上个月了两杯嘞，后抓要买一百是无啊？这里买一百嘞，来一百块，通通买到了没有？有了哈。还东家杯过来哦。对啦，对啦。来，讲完买两百，讲完买下来一百块完了。今天要吃贡丸的，动作快来，一百块来，来七八块来，上面吃贡丸的，来七八。没有听过那首歌。今天动作快，只要钱到位。来七八块贡丸，不变就今天哈，来贡丸不勒变七八哈，来一百块贡丸七八块够了，要吃贡丸不来，大哥要来更快，来七八块来。大哥可以哦。来贡丸来，左边大哥要来贡丸七八块来，一百块来，好啊，忙个收啊，贡丸够人家收，够不就不用，忙个收啊。来七八块来贡丸。好啊，要吃。好来，阿伯，看完无啊？歹势。来，阿哥，要吃啥？加一千的。咸酥鸡有，来，然后就是日式唐扬鸡，然后变做。吃啥物咸酥鸡呢？吃较好，阿哥较贵，我袂较少讲去。来，最后一箱了，挪威一夜干，金鱼一夜干，去吧。无啊啦，恁两个着即箱恁算恁拢开，因为以后无啊，以后搁有啊，无更计啦，无即个计数啊。来，即人定两买等于即开三百，三百算俗啊，两只卖三六个，一只百八，两只你俩等于即三百，以后无变来两百块完了。挪威进鱼鱼也较足拍足好食，有人要整无？来两百块来。那个以后钱哦拿出来要马上交给我，比较安全。我怎样来两百块来？以后不要把钱放在手上，那种危险，像过年的呢。来两百块来，大姐旁边哦，叫个啥？拿钱丢他，拿钱丢他。叫个啥？你来两百块来，要料的来。OK 的，两百块两家，两百块四家你啦，两家。来两百块来，进鱼也干。来两百块来，回家给你。
来，虚假虚假。来，最后两个人给鱼叶干没有了，来两百块来，做人不会的吧？我会借你鱼叶干，敢不敢买送我你呗？好的啊，好的啊，来两百块。来最后一个，讲完不买掉，好的哦，我办好你。来两百，最后一个，大伙，来中大哥帮我们。他这样，我去加别的。好啊，另外弄别别了，来唐扬鸡我来，这好吃。这边也无几好食，而且是日本人来台湾吃的，真正好食。但是我不从来买啊，以后我吃袂用，我给你不爱买嘞，买这边喏，一包两百块无少啦，啊，公斤的啊，真正好食，来买吃两百块的。日式唐扬鸡，真季节不贵咯，来就准备两百块的，两包四百买，贵个两包三百块袂买，日式唐扬鸡。有吃过的举手，保证你吃到你会叼嘴。来，冷巴火啊，赶快冷巴火你来，这是唐扬鸡，冷巴火的。我今天好抓，都一定爱冷巴这边被搞要凶。来，这样买七包大火，来七包火来，这是唐扬鸡100块。我开工啊，买七包吃不到啦，把电脑先我拎起下啦。来，这是唐扬鸡，会晓我来讲啊。会晓我绝对会跟你讲，我袂害你。来，这是唐扬鸡100块。真好吃，会晓面啊？会晓，对，会晓咩价钱？来，一包够吼，真的好吃哦！日式唐扬鸡一包100块，早上有拍卖，一包过来，通通的啦！日式唐扬鸡一包一包过来，通话哈，不够一包一包。来，还这个的，还是鱼板呐？来，要吃鱼饺还是鱼板的？来，要吃还是鱼板的包啊？没加100的来，不用买200了，我不过来，你看没？来给你大货啊，这青菜不能超过一斤。来两百块没大货的，来七百块完了还是100，怎么煮多少次？来100块，这价格全好嘞，但是不是第一种哦。对蒸对炒对煮等煮味哥，来五个人给买，以后无这人卖你咯，免两百，来七百块来，还是100贵的呗。两个妹妹啊，各人要吃还是一百吧？一盘嘛买三瓶的，一人超过一斤咯。给你两包搞笑啊，买100块来，最后两个就好了，还是100，来100块，来100块，四个客人吃就好了，来100块，最后两个还是100，来多一杯来，来最后两个100块来，好啦，我了给了100块给你啦，来100块，最后两个客人。请加好加，请把我喊是鱼板，是还是鱼板的，是还是鱼板的，请把我 ，Hello， 我请把我说话别别话，加一盒100，两盒220，别冷把别大我好不好？别好你朱朱辉哥朱腾朱还想买，归去三天200啦，赶紧啦，来啦，这两天大我上班啦，三天200了了，赶紧的啦，来三盒200块，来赶快来加解药哈。来沙皮蛋的松叶蟹脚盘，这个已经熟了，你回去加热就好吃了。煮火锅、煮面都可以放。来冷拌过来，来冷皮蛋沙皮蛋，来炒整个。就会盘，好不好？我拿修。你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谢谢，来。等我姐啊，哎，我水给了。我加起来。我今天补完了。我出来了。好，把给拿过去啊，过去啊。那我先喝。好，来。我等下给我，我给。好，先喝两百斤。来，给我上百斤了，大哥，先喝一两口。小大哥。哇，你有咩啊？等我来开条啊，大哥来开条啊，等我先啊。后面马上补给你们，等我一下。我再带水包你。都谁在跟我讲啊？我跟你讲，你有听到耶？啊，只要阿叫两个，谁要来？只要有听两个呀。五百疼，五百哦，五百哦，开始吧，来两百块的，另外听那叫一下来两百的五百疼，来两百块来牛肉汤，煮牛肉面、煮牛肉都可以加，来两百块的，来七八个请你，来两百的，一个面七八个三瓶。七八嘞，来两百块，一个月来牛肉汤200块。哎，我没领钱嘞。这样给200等于煮只五百米的大锅，来七百块，100块了。我没得卖七百，蛮赞。来五百汤，七百块。
那一个人拿两包没关系，来一百块来。好，抓不是起价啊！啊，来五百桶一百块来。不过就是抛弃弃猫。一包够不？一包我每天两包一包，还在看哦。我来谢谢，五百桶浪费掉，谢谢。来好，阿不来要吃哪样东西？拢中午啊哈，来鳕鱼哈，等很久了，不好意思。你要拿两包给我。来鳕鱼买1000块就好了，不大点，但是加高啊，很空啊。来一个人一份，只要买1800，来500块给我来算你，免单我收你，来算你五百块三条你，算四条你，算你五条你，来招姐妹七条个请你，来五百块六条你来，鳕鱼500块，还有谁需要鳕鱼的动作快来，来三条来四条，来五条你五百。来记得个上面来鳕鱼来六片不是5片6片哦来赶快来3袋来4袋来5袋哦你来6袋哦你来给你算你500块来给你给你不要就算你的动作快啊来2袋3袋4袋来5袋哦你来500块来站姐站姐啊来来鳕鱼500块上门快点拍谁站我嘿来鳕鱼500块来赶快来五百块够上还没关掉鳕鱼来3片4片来5片来6片给你来算来五百块来看看来7片来5片来6片哦你来五百块来鳕鱼来够不关掉拍鞋换够我的呢来7片5片来6片哦你来算你500块给你给你来鳕鱼500块3片4片5片6片都拿到了吗鳕鱼500块都买到了哦，有了哦，好谢谢。哎呦，阿哥们讲哪位来？咖喱猪，哎，爸爸。咖喱猪呀，咖喱猪，美国巴西版猪肉咖喱多加哦，加热椒粉粉200毫升。黑尾鱼，这个是尾鱼，尾鱼不是黑。来200毫升来，来200块多还没来，这1包200毫升，2包300，你收钱啊？1包多少？你来200毫升来，猪肉咖喱来200块。对啊。真的好吃，来200包，我被钓竿给你正边边，一长红包哎，来200包来，10包都给你200块来，家里猪尾啊，不要，多加多方便，真的方便就好吃，来200包来，今天可以2包、2包、3包、2包、4包，来200包来，家里猪肉咖喱，来200包来，猪肉咖喱够了，我被钓宝，真加好吃，来200包来，统统咖喱啦，这你还冷面白饭，冷咖喱饭啊？家里饭来200块通通有了哈，200块有了好，谢谢你们来，哦，大姐谢谢啊，嘿，你收下盘来了，我来谢谢盘来，谢谢盘来，来谢谢盘你各位，来拍谁拍谁先报您来，来这边有2位没拿到，拍谁3位啦，挂这啊，大哥我怎么没？来大哥来。小姐的来，我妹妹的来，来请问买200够的吗？妹妹的哦，回家给你全部盖起啊！哦，来都有哈，谢谢。你放着就好了，你就不用一直弄了。我今天穿的那个，哎婆，今天我来炸鸡来啊嘞！卡拉鸡腿堡。来黄金炸猪排来了，超级好吃，超级好吃，真正好吃。我来挂关节，我一个人会当吃两袋啊，一顿哦。够食饭嘞，是要食饭嘞。啊，就真正做好吃，我食饱，我总想要吃哩。它真的很好吃，用气炸锅，你没有气炸锅，用煎的就好了。然后要吃的，咱们三个，350，点赞去点播就高哦，真正好吃，你要300都。我赶快搞掉了，越蒸越紧，越气炸锅来炸八锅。我头先讲的是真的，一个食饱个都想要吃，因为真正做好吃袂停，伊那绝对吃的哈。俾你300，俾你几啊块钱啊？俾锅底等你蒸看卖，200毫升，200块了。黄金炸猪排真的好吃，200毫升。加5片是350，还中大锅。这人订买宝贝的，今仔日来拢买2份，你唔捌吃过，你买1份等你蒸看卖。来200块来，我们都爱吃。来，赶快搞掉哦！你来，来黄金炸猪排，相信我啦，真的好吃啊！我们先去玩，还有在。比较好吃啊，这比你传的那餐厅吃的猪排更加高。哎，我跟你讲嘛，还有这。
是啊、喔。我嘛是吃，好吃啊！来两包，啊这边两份。我本来一个。啊，这你有吃过吼？我是食个好吃。真的，你我吃过，买两份免讲。来，我懒得去拿到了。来一份不要小看的，太灵活了。来两百块黄金炸猪排，真的哦、喔，真的。我做少一个猪排，讲真的哦、喔，是讲真话。来两百块来黄金炸猪排，大太细，太细不看，你太客气。来黄金炸猪排，各有上门观的。哎、欸，这个人啊，买到赚到了，这猪排不可能一天两百块买得到了哦、喔。来两百块来，你看，安尼看，我相信我，你吃你就相信我。哎，两只饼，这我来卖哦。来两百块，可能会觉得我现在没什么回应哈。黄金炸猪排都拿到了哈，很正常。谢谢你，我今麦就包等你行。来，葱花胡椒饼。来，葱花胡椒饼一包两百，一包一百的，一百块来，一包一斤啊，两包哦，你两包，全部几包哦？外公啊，我鸡都送给大家今天哦，等一下晚上就换了，这两包哦，你看真真的，翠碧如小青头。这两包两百没办法回馈给大家，来一百块给我，一百块的。一包一斤，两包是两斤哦。葱花胡椒饼，一包的一百，两包的一百来，一百块。来一百块回馈给大家，赶快。来一包送一包，来一百块来，葱花胡椒饼，真正的价格，这是葱抓饼啊。哎，来一百块来。没有神油啦，就放轻松而已啦，因为那个来一百块来，一百块来，一百块鸡肉太紧绷，一百都废掉了，谢谢。然后左肩的那个左肩的筋跟肌肉在抽痛，所以需要肌肉从实际把它放松，要不然一直抽痛痛好几天的。我聊你看，来卡拉鸡腿堡，现在鸡腿堡一包十块，四百的三包三百块的，好吃，可是它有一点辣，可是很香。你如果想吃一包，免三百，你要我上你两百块的卡拉鸡腿堡，这样买一包来。卡拉鸡腿堡，我来买一包，最好吃，来两百块。下班有，通通给了吗？卡拉鸡腿堡，来妹妹一包来。多少你二？最少你二来两百块。卡拉鸡腿堡，我一个买了。这叔叔的卖的呢，一模一样呢。这两包再带回家会不会变棒棒棒棒棒？太多了，太多了。真的哦，三百块，这两包都。不要，就你有。水塔的还是水塔的好？要不要？那我要。不要问了，你长大了。一包两百呢。吃那个会变胖？不会啊，吃三包饱。吃肌肉松弛剂怎么会变胖？三包饱。又不是吃类固醇，好了，去得饱。还谁啊？他过来吃呀？来了八，最爱吃八不啦？卡拉去得饱。来，小姐。昏昏的状态是没有，只是觉得全身很放松。哎，那边没有买东西了，哎，轻松一点。我的两百块呀！我剩下一百而已，没有两百了。来，各位下包啊！来。还有水一条刀，喝一下八个 K 的，来各位观众，去收了哦，炭烧，炭烧鸡腿排，只有一箱哦，喜欢这一箱的，拿钱快一点，六个客人可以。肌肉松弛剂就会阻断你的神经，一直让你的肌肉有反应啊。这种口味我早就可以来，因为这么好喝，口味爱打几个人啊，同款七 G， 同款八 G， 九 G， 十 G 哦，恁真来炭烧鸡腿排来，来两百块，就泡面。